真的挺聪明的，我没想到。嘉哥，你不能一直在桌上。他可以，没事，他可以。我看你可以看几个出来。抽一个是一个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摊开了。你都没有顾到后面，肖哥，你来检查一下。二四六八九，白色有九面，蓝色有二四六八十十一，蓝方形。耶，好，你们两个决战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一只手让你。干什么？是蓝的、啊，我是蓝色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找到经验了，我跟你讲，上一只腿压两个是两个，好累。所以你的压在了哪里？压哪里？压在了一瞬间。你其实蛮轻的，其实。哇哇哇哇！吓到了！到啦！这次要走嘛呀？这次。这个，把我那花镜。多巴胺美食问答规则。你们面前有十五种多彩的美食，请仔细观察30秒，然后回到答题区，回答4道与美食相关的问题，答对题目最多的人获胜。获胜者将获得50吨怪值和珍贵手工织品绿色爱德莱丝绸丝巾一条。那就可以去到隔壁的班里。不是，别插脚。黄面、凉粉、炸鱼、椒麻鸡、火龙果。请问三位回到答题区。哟，这就回去了？是吗？完了，这就。对啊，这太快了，这。走。是啊，这很快呀、啊，这太快了。没技术一点。走吧，别看着了，走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，一会儿就忘了。出题吧。第一题，请写出15种食物里面的凉粉一共有几种颜色。哎呦，完了，我色弱呀、啊。我色盲，哥哥。我看陈若晨写几个，我写几个。他没法不让，那我们只能这样写。九郎啊，这样我们俩一人猜个结果，你写个五好不好？我不。反正在我的印象里面，不是四就是五。对着分我点，分我点那个痛快值。那他俩都写五不就完了吗？一个四，一个五，谁对了谁就分点痛快值。行，那我写五，可以。成多事儿了，两大男人玩个小游戏。成多花样了，我们又没逼着你，赶紧写吧。我写完了，就你没写了，我写完了，那亮呗。